塔是这般建起来的，经过雨灯一般，只用一根柱做支撑，再配以散开的斗拱来分担承载塔身重量，果真是妙。 去个郎婿而已，有何了不起的？我还是我。 抓紧我！别松手！ 听见的声音不过两三层之外，怎么一转眼人就没了？好，下去。
你先回去，我这就找人来搜。放心，就算将这座山搜个底儿掉，我也必须把人找出来。 林将军，你没事吧？你呢？没有被吓到吧？将军，这是在冯英俊手的伤吗？旧伤而已。无碍。陈娘子，你方才听见什么了？我方才听到他们说，说要废除。什么都没听到。 你什么都没听见，明白吗？对，我什么都没听到，我只是散心路过此处。你也不曾路过此处。今天的事情，一定要烂在肚子里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 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不必了，林将军。今日之事，多谢林将军。我的马就停在不远处，我自己回去便好。你自己回去不安全，我送你回去。